放开！你动弹一下试试，放开！我现在宣布，正式终止与你们万兴公司的合作。你怎么还自己吃上了？有规定说我不能吃吗？倒是没规定，但我还没吃着呢。哦，那我再给你做一个。哎，不用，你喂我一口就行了。先生，你喝多了，我给你做一个吧。我说了不用，就吃你这个。哎，你干嘛？嘿，我拿个小螃蟹，我看你像个小螃蟹，别害羞嘛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再这样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就是让你对我不客气，客气才是小螃蟹。哎。干什么啊？放手！不放！我让你放手！来劲了是不是？知道我是谁吗？管你谁，你松手！放开！你动弹一下试试，放开！刘总，你喝多了。你才喝多了呢！米总，我已经给你们面子了，你们就这么对待客户的呀？为了个小服务员得罪我，值吗？刘总，今天晚上的宴会很重要，您就不要在这里闹事了。有多重要呀？你们不就是个做破飞行器的公司吗？没有我们万鑫给你们做设计，你们产品能按时上线吗？我现在宣布正式终止与你们万鑫公司的合作。你说什么？听不懂吗？让你滚呢。行。啊。你们给我记住。走。你没事吧？行了，今天晚上的宴会啊，到此结束，大家都散了吧。他为什么要那样啊？默默，一会儿呢，我陪那几个叔叔呢，去喝个酒。啊，你赶紧收拾收拾，回头啊，一定要把德德送回家啊！啊，好嘞，老婆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哎，米娅，你今套礼服挺不错的，还行，就是有点麻烦，所以宴会一结束，我马上就换过来了。哎呦，今天这事儿本来挺顺利的，却碰见了那样的事情。刘太的事儿，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来搞定。那就辛苦你了，那我就先走了，我还得去送一趟山中。那你路上小心。嗯，苏梦，那我先走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等王月意，他送我。那行，那你先走吧。你的事儿我回去再跟你说。我现在有点累了，走了。嗯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。回家了，多多。睡着啦？北门已经关了，从南门走，快点快点。好，好，好。走了啊。哎呀，终于完事儿了，走吧，苏木。怎么了？走啊。哦，没什么，走吧。
小张，放个音乐。Hello, it's me. I was wondering if after all these years you'd like to go over. 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但我的心早到了。你又来喝酒吧？我真服了，叫苏木那小子，办的这叫什么事儿？为了个妞，损失老子800万。怎么了？服了。啊，没事儿没事儿。不就是人吗？都是渣子。除了我们，我跟你说，没人能给他做那些操蛋的事。别到时候再来跪着求我，我饶不了他们。你等一下，我去就来。哟，刘总，你们在这儿喝呢？你谁呀？我未来的。哦，你小子，哎，你不是苏木的狗腿子吗？嘚嘚到了，下车吧。下车呀，嘚嘚。想到就是一个衣服，我以为你丢了呢。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？我这么大人怎么会丢呢？我是坐他的。回去吧。嗯。啊，谢谢啊。走。打起来了！你敢他妈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！你干嘛呢？这没你事啊！你蛋！你们四个人打人家一个合适？没事，新草，再废话，连你一块揍！干嘛？